政府估值280万的房子，最后卖到了597万纽币。在新西兰买房，这七大网站一定要收藏。Number one TradeMe， 这上面有最全面的房屋上市信息以及 Open Home 时间。Number two 后花园，每周公布房屋成交价格信息。Number three Auckland Council， 可以查看房子的估值、地税以及有多少个合法的房间。Number four GeoMap， 可以查看房子的雨水、污水管道信息。这个网站其实功能非常的强大，建议大家研究一下。Number five Relab， 房产估值距离高速多远，有无高压塔，建议看这个网站。Number six Homes， 查看周边的成交价格。Number seven Buff 的官网，非常强大的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真正帮你实现了远程买房，因为它有在线直播拍卖功能。各位需要关注一个数据，就是 On the Market， 表示达到屋主预期，一定会卖。这里还可以查看成交结果。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哦。